我的标题叫肉蛋冲击，我实在想不出来啥玩意儿，我就肉蛋冲击，行不行？肉蛋冲击，我看青桃，青桃也行，也可以，也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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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那啥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以后直播那美颜别开那么大，那么吓人。哎呀妈呀，不那么大，能等会儿，刚才是什么玩意儿？特效飘一下。不那么大能那什么呢？啊？不那么大能直播呀？不，这，那你再寻思，你美颜你开五档，完了你那大眼睛、那大大脸瘦成那样，完了一看你本人，我天，那啥玩意儿？那能行？你就像我就学我就不开，就不开。你不开，你这人只有在天生的这个怎么说呢？人只有在最原始的状态之下，他才是完，他是近乎完美的。因为上帝创造人这个生物的时候，他就是往完美的创造的。你脸上有点瑕疵什么都很正常。你想啊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1000多斤。你给我拿筷子，嗯那筷子那儿呢？然后这个锅可以打开。